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古人讲啊，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行星。忠君主帅能行力，不动干戈治太平。这是古来祖师教导我们过去修行的一些纲领啊，也就是学佛啊，你想要成道，那么就如同啊这个军队啊在防守城池一样，要非常的小心注意啊，任何一个细节你都不要遗漏啊，自己的起心动念就像敌军的这个奸细一样啊，一不小心呢就渗透了啊，渗透到你心里面来，这些妄想杂念比奸细还恐怖啊，所以犹如守禁城啊，他想尽办法要把你的菩提心城给攻破，让你啊没有办法成道啊，所以学佛的人啊，你学道啊，在修行一定要仔细的观察，维系的觉照，那么一切时中绵绵密密的念着佛号，保持自己的心清醒，不要昏昧，也不要乱想，所以第一句讲的学道犹如守禁城，那么这个禁城你要怎么守呢？祖师教我们昼防六贼，夜行星。白天你要防着六贼，那六贼就是指你的六根。楞严经讲六为贼眉，自劫家宝。它就像贼一样在损害你的功德，在使你的心散漫。所以呢白天昼就是白天的意思，你要防六贼，晚上呢不要昏昧不要睡太多夜行星，星星就是清醒的意思就好像台湾南昼一般来说都有当兵你们晚上站岗的时候站卫兵的时候这种感觉提起你的精神，提起你的这个觉察的能力所以叫夜行星。那么一般人看到这一句白天晚上他只想到一般的解释方式就是白天要注意六根不攀缘晚上呢要处于觉察的状态那么我们这里提供另外一个说法给你做参考白天代表一切动中的境界晚上呢代表一切安静的境界无论是动是静你都要防六贼你都要提起觉照提起佛号所以说昼防六贼夜行星这是讲的一切动静当中你都要能够用功以前古人呢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代人不是日出也要做日落呢也不能休息
啊，所以呢，啊，像有的同修工作到很晚，啊，那你还是要防止啊你的六根攀缘，六根呢，啊，在那里大妄想，啊，所以我们把它用现代的方式来解释，啊，就是在一切动中的境界，啊，在一切安静的境界，啊，像你们在静坐，啊，有的人坐一坐就昏沉了，啊，那你的心就处于昏昧的状态，啊，就没有觉醒，啊，或是静坐，啊，坐在那里，等一下啊，又打妄想了，啊，一下想过去，啊，一下想未来，啊，这些都是要能够除灭，啊，所以在动中的境界，在静中的境界，啊，你都要能够注意，啊，甚至呢，非动非静的境界，啊，你都要能够舍去，啊，就是包括即使你有得禅定，啊，这个舍受你也要放下，啊，我们讲的能观之心，啊，也要放下，能所都放下，放到无可放，啊，那才是真正的功夫啊！啊，那么走房六尘一心行啊，下一句是中军主帅能行力啊。这中军主帅是谁呢？啊，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啊。这个主帅如果迷惑颠倒啊，被自己的妄想心、妄想境界啊骗着走啊，拉着跑。那他就坐不得住啊，就不能行力了啊，所以要有正知正见啊，知见不正，你就不能用功啊，所以你这一念心就不能够啊觉察，没有办法去这个啊像刚才记诵里面讲的啊，行令的啊，所以中军主帅能行令啊，你的心要不迷，你的知见要正啊，你才有依凭，才有依据，才有依靠啊，这是中军主帅能行令啊。那么拥有正知正见以后啊，实际上啊，一切烦恼当体即空啊，菩提呢本自现成啊，哪有什么烦恼可断？还有什么菩提可修，也没有佛道可成。成佛，说实话，只是恢复一切众生本来面目而已。所以最后这句总结得非常的好。啊，所谓不动干戈治太平啊。啊，在孙子兵法里面讲到，啊，不战而能屈人之兵，是为上策啊。啊，一般学佛啊，学小乘呢，啊，或是大乘见教的，都是认为有法可修，有烦恼可除，啊，在那里大动干戈，能所相对啊，啊，是起心动念，造作善法，啊，起心动念呢，除断烦恼。达摩祖师讲的，以心除心，以法除法，啊，那么这个都不算是啊真正的上将，啊，不是真正的这个根基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啊，真正有法可除，而有烦恼可断，有菩提可修啊，所以呢，啊，起心啊，动念在除烦恼，在断烦恼啊，在那里修善法，啊，用迦大师讲的住相布施啊，啊，在那里住相布施，住相持戒。啊，住相行六度，啊，通通都是着相，啊，那么住相布施呢？古德讲只能啊得一点人天福报，啊，犹如仰箭射虚空啊，啊，就像射箭一样往天空上射，啊，一旦呢这个力量尽了啊，势力尽，箭还坠，啊，虽然你升天，但是只是一下子，啊，马上。就下三恶道，啊，招得来生不如意啊！啊，所以悟德讲呢，你要通达实相啊，啊，你真正通达实相，
就能一朝直入如来地啊，就能 不动干戈治太平啊，那你是真正的啊上将，是真正的将军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所以不要做一般的修行啊，希望大家不要自暴自弃啊，认为啊常常在认为自己业障重，自己烦恼重，自己习气重啊，你这样子啊妄自菲薄啊，那对修行是没有好处的啊，尤其是现在末法啊，只要啊谈到明心见性啊，谈到成佛，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啊，我实在不晓得啊大家在害怕什么啊，好像认为明心见性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们绝对可以啊，绝对可以啊，明心见性不难啊，因为心你天天在用，性呢啊你只是着相啊没有见到，实际上呢这性在哪里，就在相中啊，啊性相不二啊，啊只是我们着相着得太严重啊，没有受过大乘经教的熏习，所以呢接触到现象，接触到境缘，接触到这个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一下子迷惑了啊，不能够醒过来啊，实际上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明心见性的状态呀，啊，这个状态啊，这个境界不用修啊，啊，只要一念回光啊，啊，你一念悟了啊，那么你就是见性了啊，你一念迷了，被境界牵着跑了啊，那你就是凡夫啊，啊，实际上这个境界不难达到啊，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对于经典要有信心啊，现在是末法啊，很多出家法师啊不提倡大乘佛法啊，专门叫你们学小乘啊，学这些人天法啊，这小乘人天呢、啊、佛在经上讲，这个都是不了义啊，啊将不了义法认为是最上乘啊，那实在是非常悲哀的啊，这件事情啊，实在是非常的悲哀呀！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你要往大乘的路上走啊，要真正的啊明白啊，明白我们众生啊，确实是可以成佛的啊，确实是能够见性啊，不要听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八个字啊，你就很害怕啊，很畏惧。那么说实话，这也是善根不够啊，善根不够，那你要多多读经啊，多多应诵法宝啊，多多流通正法，流通大乘佛法啊，你才能够啊，在这个大乘教法下啊，真的像祖师讲的直下成道啊，你受持起来，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有怀疑啊，那么这样业障才是真正的消掉啊，所以古德。啊，给我们这首偈子啊，我们看了之后啊，就知道、啊、要怎么用功啊，怎么样才是真正除烦恼的方法啊，从事相上到离体上啊，都能够啊通达，都能够明白，而且呢，能够用得上。啊、那么，真的是啊，做到最后一句讲的"不动干戈治太平"。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